全能美食秀美味大搜查，原住民最引以为豪的料理就是石斑烤肉，而且它的美味总是让人一吃就上瘾。但是在哪里可以吃到最道地最好吃的原住民风味餐呢？太阳饼香甜浓郁的口感以及太阳般圆形的外表深深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但是你看过心形的粉红色太阳饼吗？嚼劲十足香气四溢的胡椒虾总是让人再三云指回味，但是为什么胡椒虾的虾子都是母的呢？而虾子公母要从什么部位来辨认呢？好香哦！哎呀，你看它还会开鸡哦！嗯，试试看，试试看。玉芳，不是人家的，你吃大文真的一样。我怕它变胖了。你已经够胖了，你还去吃？你够了你！喂喂！主持人是怎么了？不想答。不一样。别答。都这个年纪还是愿意推你的手不错了。今天的特别计划要推出的是端午节粽子传说，香 Q 可可的粽子一向引人垂涎。你看过用帝王蟹作为内馅的龙王粽吗？一场充满味觉与视觉的美食飨宴，统统都在今天的全能美食秀。嗨，欢迎光临。他是美味天后玉芳，他是台北小套王耀庆，你现在所收看的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的全能美食秀。来看看今天的来宾呢，到底是美食的文盲还是美食的流行先锋呢？哎，让我们盛装介绍今天的美食突击队一号，法国风的谢立新。我是阿金，我想呢，所有观众朋友都知道呢，我是一个美食主义者。我从路边摊吃到那个欧洲的所有的美食呢，然后我也花了不少钱，我应该花了有500多万以上。所以呢，听我的主没错，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美食专家。谢谢您，拜。欢迎下一位，希望他不会讲那么强的张秀清。我是那好女儿张秀清饰演。哎呀，美食啊，找我就对了。什么啊？什么谢立金讲什么500多万啊？我根本一毛钱都不用花，全省吃透透，没人敢给他收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主持了一个美食节目嘛。你说嘛，今天找我就对了，其他人根本不用来嘛。主持人，不，主持人，啊，可以了，好。我们欢迎只讲两句话的田家达。大家好，我是田家达。今天这个制作单位为什么会找我来呢？那就是因为我长得帅嘛，然后我对这个美食的敏感度又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不找我来可惜嘛。所以大家今天参赛的时候，所有参赛小心哦。我们欢迎只会说谢谢的 Chris 龙承恩。大家好，我是龙承恩，我任何吃的东西我都没有问题，而且我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各种不同的食物，所以只要找我来就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赢的。最后欢迎 Redman 夏雨乔。大家好，我是夏雨乔乔乔，我呢不是少女杀手，更不是少男杀手，因为我是美食的杀手，全能美食秀口称华帝。今天所有的每位嘉宾，我想先请问一下夏雨乔，你这样，你不要先看到妹妹，你就要打伞喽。我们也是美女哦。等一下，先让我问一下嘛。对，雨乔，你得这样失心疯了多久？当美食的杀手，马上进入今天的美味大搜查。首先说明游戏规则，本项比赛以按铃抢答为原则，来宾在看完影片的问题之后按铃抢答，答对的来宾可以品尝美味的料理，答错的来宾必须接受惩罚，每一题只有两位来宾可以品尝到美食哦。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句话真真实实反映出了原住民的饮食文化。野菜、山产、西鱼都成为原住民美食不可或缺的桌上贵宾。今天美味大搜查，带你一起品尝原住民的原味飨宴，感受野味十足的原住民文化。苗栗开矿村的黄窟响泉是台湾石油开采的发源地，也是亚洲的第一口油井开采地。在这里，除了有现场油井欣赏外，更具有浓厚的原住民泰雅族粗犷特色。来这个地方，除了可以欣赏好山好水之外，
我们这里还有很好吃的原住民风味餐。题目来喽，传统泰雅族人在吃饭之前会习惯随意捏上一点桌上的菜肴往桌边放，道理为何？无法抗拒美食的你知道吗？清楚了，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一题应该蛮简单的。到底为什么泰雅人在吃饭之前会先捏一些食物放在餐桌上面？想好没有？请抢答。喂，什么？等一下，等一下，你觉得你那么高的印象欺负我们女生？没有啊，而且你知道吗？他有迟疑两秒。对，我在想，没有人抢啊。你看，看到他把那个秀清要这样。哪里有啦？是，大家听听，站前面的还讲那么多废话，来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欢迎。我觉得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原住民的人啊，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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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爱心啊，所以他们一定会养很多的那种就是流浪狗、流浪猫啊。那那个地方啊，因为市场 P A 会放太大，一个流浪狗、流浪猫吃的。哦，好聪明，到底答对还是答错呢？答错。干嘛？我怎么不是？我怎么知道？答错了，答错了。吃饭的，请抢答。因为啊，那个山上啊，原住民都住山上，然后山上阴森森的，很可怕，常常会有一些就是好兄弟出现，所以啊，他们为了有那些小好兄弟不要跟他们抢饭吃，所以就特别为他们弄一些菜这样。哇，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中国人很聪明。这个真的吗？在这么各种森林的，对对，在这么可爱阳光的外表下，竟然有这么阴暗的想法，答错。不过你的答案真的是还不错，蛮能够了解你这个人是平常是一个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们要讲请抢答了，是我们要讲请抢答，你们才能暗恋。请抢答，我也觉得。中国人不是有一些习俗，就是可能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剩一些菜啊，可能就是那种年年有余啊，那种祈福的那种。答错。那就剩下咱们两个啦。又不是轮流的，大家还是可以轮流抢答。请抢答。谢谢你。我跟你说啊，因为我妈妈是布农族的公主啊，那我们布农族的公主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对始终追远这件事情非常的注重，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说每一代每一代的祖先啊，他们流传下来的灵魂都会有围绕在我们身边。讲的久了会答对哦，答对了！我们欢迎公主登上帝王龙椅，请你姿势优雅一点，请美丽一点，记得可以享受帝王般的待遇。请问第几位？还有机会，各位，现在还开满一个座位，请抢答。哦，我们要礼让长辈啊。长辈，没有原住民的那个血统，所以，其实我随便猜应该是他们。到底答对还是答错呢？答对了。欢迎张天斌登上路边摊写作。这样也不错，这样子他们还没在吃。现在知道正确的 V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 VCR。秀。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最主要就是我们泰雅族有一个习俗，就是尊重祖先，啊，跟祖先一起分享这个美食。哦。原来泰雅族人在吃饭之前会习惯的随意捏上一点桌上的菜肴往周边放，主要是希望能够跟祖先一起分享美食。你猜对了吗？来到苗栗有景风情，你可以贴近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吃上一口原住民美食，你可感受大自然与原住民密切的关系。凉拌山蕨的青色搭配花生粉、素肉松、
巧克力粉，风味独特。酥炸蜂蛹的口感，酥脆中带有一丝丝的绵柔，除了山中真味值得品尝，当然还有原住民的经典料理石板烤肉。特殊的料理方式将原住民的大而化之的个性一展无遗。先将页岩石板加热至300度，整片用盐腌制过的山猪肉平放在石板上加热，在石板上的山猪肉油脂滋滋作响，香味飘散而来。等到肉的表面焦黄，切成小块，不断的将肉反复翻炒，再加入少许的调味料，调味简单，原味十足的石板烤肉就完成了。再搭配当地特产的料理，香酥金针菇肉卷、百花金钱菇，十足的野味，道地的泰雅风味。另外，油井特调咖啡也是这里的特色哦。方糖加白兰地，点上火焰，美丽蓝色的火焰燃烧，仿佛是油井上的火焰一般。燃尽的结晶融入咖啡之中，酒与咖啡的调和，视觉与味觉的融合享受。来到这里，可别忘了欣赏美景，同时泰雅族的热情你可以感受得到哦。既然美食都来到现场了，当然呢，制造美食的这个美味料理人也来到现场了。我们要欢迎这个油井风情的翁启立老板。欢迎翁启立老师，老师。翁启立你好，你好。你没有礼貌，要跟翁老师说，我叫树。我还树。先我们梦见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蜂蛹。自己养的吗？这个是山上人家养的。哦，真的有人养？祖先养的。哎，这位小姐，请我们讨厌顺手牵羊的特别来宾，因为谢丽金需要。这个是你们自己酿的吗？啊，对，这是麋鹿，麋鹿小米酿的。这个绝对看里面除了这个是山蕨之外，里面还加什么东西呢？里面还加一些花生粉啦。哦，这个石板有没有特别用什么石头来做的？好热好热。是最好是用页岩石。页岩石。那个裂开也是正常的吗？啊，那是正常的。好，我们现在看今天的主角山猪肉。来。山猪肉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部分，这是纯种山猪肉，怎么样？我一般那怎么样分辨纯种跟这个不纯种的差别呢？这个肉质比较亮。哎，我们知道这个山猪肉跟一般的猪肉，它其实口感上有很大的差别嘛。看起来这个很像很肥，但是不是很肥。而且它吃起来比较甜一点。对，它最主要它是没有吃馊水的关系，它就吃一些天然的东西。可以翻了吗？哎，对，来我来。田家达，注意看这个颜色，哇，好好吃哦！我的天啊，一条，哎，那我们要吃吗？我们可以吃吗？真的吃到金黄色的耶！哎，真的好漂亮的颜色，我的天啊！建议吃这个，太过分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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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跑来跑去，因为它这个虽然是冻，对不对？对，它还会跑来跑去啊！我要那个瘦肉多一点的，我没有，我跟你讲就不懂吃，这个一定要肥瘦相间。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半肉半肥才好吃，这是不懂得吃还来上这个节目。然后那个油啊，然后现在拌面，哇，现在切，你看那个切面，再回去啊，对，哎，哦，就是先煎，表面煎熟之后呢，再把它回去拌炒，拌炒一下。哎，我来炒，先把这些有一些多的油啊处理一下。它喷的是什么？喷水啊，然后还有一方面，它有一个叫这个去熏的，东西。去熏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酒。这个叫做酒。对对，也是小米酒。也是小米酒哦，这样的猪肉就会有小米酒的香味。那我们先打掉下去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椒盐加瓦萨比。啊，好奇妙。瓦萨比是那个磨成的粉吗？这个是比较特殊的风味，这叫乱世佳人。哎呦，乱世佳人，为什么随风飘去？老板，你还真是有文艺气息。哇，老板好有艺术气息哦。什么？这是什么？哦，这叫乱世佳人，为什么？因为这样子随风飘去。来。那那个叫江湖很多哦。哎，对，这个是要让它啊。哇哦。哇，你看那个颜色，这个颜色，你看就觉得好吸引人哦。哦，这个样子动作都差不多了。石板山猪肉上菜。首先呢，是第一位答对谢丽英公主的石板山猪肉。哇，给他这里已经装不下了。公主请慢用。
第二个是古早味。罗宾腿小姐。张秀清小姐的。好过分。就这样两块，人家南师傅明天放只有两块，只有还有两块，只有两块。我们先来看谢丽金小姐。丽金姐，我觉得你最近胖了，那个肥肉要不要让我们选一下？人家达愿意帮你，我们要照顾后辈，好不好？好，吃一口。跟客家的咸猪肉有什么不一样？对，好，我觉得那个客家做的那个咸猪肉，他们用的是那个葱头。沾葱头，然后沾一些酸醋。那这个用的话，他们就是加洋葱，然后加这个大蒜，加辣椒。可是如果说两个要比较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西施，一个是杨贵妃。你要我怎么比？除了山猪肉之外呢，这个原住民的风味，再还有一个女生最喜欢吃养颜美容是什么？蜂蛹。哦，苏家蜂蛹，我跟你讲，它吃起来就像卡哩卡哩一样，虾味鲜一样。蜂蛹不是应该是那种软软的那种感觉吗？当然不是，试试看。这是你的食物，这位小姐。亲爱的，我跟你那么好，来吃。哇，好香啊！哎，不要说好香，大家都会说来讲一个。来形容一点，就是那个蛋白质经过那个加热之后啊，它里面的香味就活性化了，酥炸过，所以它外表呢焦焦香香的、脆脆的，可是里面你咬下去的时候，它蛋白质的部分你会感觉有点软嫩，然后噗滋那个汁喷出来的感觉。不过还是要谢谢汪老师，谢谢汪老师，谢谢马叔，马叔，马叔。哎，吃完原住民的美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吃点甜食喽。好，马上来瞧瞧美味大搜查第二题哦。台中名产太阳饼向来以蜂蜜的甜美滋味吸引着饕家的心，但是你吃过用梅子作为内馅的太阳饼吗？它的粉红色外表又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呢？滋味鲜美的胡椒虾人人爱吃，但是你知道胡椒虾要如何吃才是正确的吗？虾子还可以做成哪一些美味的料理呢？以酥软的外皮、甜而不腻的麦芽内馅而闻名的太阳饼，一直是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产。它在台中人心中地位从来不曾动摇，也是许多游客到台中必买的伴手礼。台中市的太阳饼店主要集中在于自由路以及中港路上，打着传统大家都是老店，白色的原味相似的饼皮一直是太阳饼的指标。但是最近出现了一种走在流行尖端的太阳饼，位于自由路上的原名商店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太阳饼一成不变的印象哦。特殊造型的新型太阳饼坚持以手工制作，再不失传统太阳饼的口感，老板更是严格挑选馅料，不仅满足了太阳饼的传统爱好者，更具有酸酸甜甜滋味的独特口感，也吸引了新时代的年轻人。问题来咯，这有着粉红色外皮的太阳饼是用什么原料做的呢？无法抗拒美食的你知道吗？哇，好漂亮的粉红色，大家都知道，给你们点提示，粉红色女生都喜欢，有没有？到底外表这个粉红色的太阳饼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呢？哎，请抢答。等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是番茄吗？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养生食品啊，都是用番茄做的，还有那种面膜啊，然后很多好吃的东西都是番茄，然后番茄又是红红的、啊，然后刚好他就想说粉红色的太阳饼啊，那这个番茄应该很接近，所以一定是番茄。好有健康的概念哦，到底答对还是答错呢？我倒还没有看过粉红色的番茄，答错。活该！我知道了，怎么了？少女的番茄就是粉红色的，少女的番茄嘛。阿美生果郎啊，阿美就少女的番茄，请解答。阿金，这位昔日的玉女歌手会告诉我们什么样惊人的答案呢？我跟你说，我讲的绝对是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资深的文艺美少女啊。答错！还没讲完。然后我跟你说，我很喜欢看那个川端康成啊、三岛由纪夫他们的作品。那我明天我就要去日本了，我就是突然灵光一闪，
请告诉我粉红色的可能是什么东西就好了，前言提要可以省略。跟你说，我想要念一首诗给大家听。哦，对对对，讲重点。好了，马上来了。然后我知道，我就想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国际的。刚才的事情是我负责就好，你不用，谢谢。OK， 好。撒古拉。哦，他唱出答案来了。好聪明哦！的那萨古拉的叶子做的，到底答对还是答错呢？答错！怎么可能？我看到你们是假的，真的！谁假的？我的！那你是谁的？等一下，那里耶！等一下，我手放这，我手一直放这，我手放这里。剪刀石头布，好，你输了。是某种水果，像桑葚啊，或是红石榴之类的。你直接讲一种，是 A 还是 B？ 桑葚。漂亮。哇，到底答对还是答错呢？答错。出道很多年哈，书就比较少念一点。来，出道。对，这样不行啊！像我已经十几年没念过书了。好吧，接着来。我们假装两个人来欺人，欺负我老人。对了，因为我是少女，而且我非常爱粉红色，答案就是。等一下，怎么了？你倒是证明一下，你哪里是粉红色？是粉红色，我说衣服。答案就是。我什么？对，我是粉红色。真的好梦幻哦！恭喜他答对了。夏小姐，等下。还有机会，帝王般的宝座。好，现场还有一个名额，请抢答。平天达，平天达，你也十几年没念过书了。这一次啊，一定答对，因为啊，粉红色的我刚刚思考过后。到底答对还是答错呢？后半部答错了，但前半部答对了。耶！罗宾城宝座，前半不对，后半对不对？那就是不对，那就不对。可惜喂。但是这个问题，这回他答对了，但是后半部那个陈述呢，有可能是错的。我们来现在看一下正确答案的 VCR， show。这一块新型太阳饼是用大武新鲜草莓做的，绝对让顾客有最好的口感。哦，原来这 Pumpkin 的粉红色外皮是用草莓做的，你猜对了吗？位于自由路上的原名商店不断的推陈出新，原本配合情人节推出的草莓口味的新型太阳饼广受大家的喜爱。当然，为了做出最好吃的新型太阳饼，严格挑选苗栗大湖草莓做饼皮，内馅就是用麦芽与杏仁水里的梅子，彻底挑动每位顾客的味蕾心扉。当然，要制作让人吃了还想再吃的太阳饼，不至于让太阳饼出现油臭味，猪肉的品质的好坏最能做出最直接的影响哦。老板特选一大块猪肥油，每天限制猪油，绝不让劣质的肥猪油蒙混过关。另外，在刚出炉的太阳饼马上放在竹篓上，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太阳饼可以均匀散热，不让铁盘的热度影响太阳饼的口感哦。松软的饼皮加上里面的麦芽内馅，不但 Q 而且香味浓郁，加上草莓与梅子的绝妙组合，真是人间美味啊！好，连粉红色的皮是什么都做不出来，都答不出来，你们对得起蔡总经理吗？原名商店的蔡总裁，蔡总经理。对，原名商店。谢谢你，息怒，息怒，息怒。我刚刚教训过了，好吧？啊，谢谢你。有人说桑葚呐，有人说番茄啦。好的。也许你们现在是可以考虑新的产品，对不对？哦，好嘞。正在研究。怎么会想到用这个草莓做加入这个饼皮里面？太阳饼。哦，当初是因为情人节是我们推出的产品，他想说应景，草莓对应景，然后草莓本身吃起来就有种甜甜酸酸，像恋爱的滋味。里面还加了这个橘子。梅子，为什么里面放梅子呢？两种都是酸的水果，加进去会有特别的口感吗？对，因为梅子是加在馅里面，然后草莓是在皮里面的，所以感觉不一样。哦，是分开的。这个是传统太阳饼。传统太阳饼。那制作这样的饼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它的
皮的层次，还有馅的口感。哇哇，你看看里面是一层又一层，吃了千层，不可以不可以不，这是一般的太阳饼，它里面加的这个馅是什么馅啊？麦芽馅。但是谁吃得到呢？嗯，哦，这两位答对的吃得到。我在吃之前呢，我今天有带那个，因为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坐到 VIP 宝座，哎呦，所以我今天有带私人的按摩师。哎呦，啊 ，Chris 来啊，快点，我要边按摩边吃，快点。我现在是宝座哎，哦，现在我们欢迎看看那个野蛮的夏雨乔怎么样？他是我的师姐，是同家公司吗？两位，我们他是我师弟。师弟，那应该要为师姐服务的。这样，你们这样姐弟恋维持多久了？哎，我你看那个饼啊，好吃到它会粘在嘴唇上面呢。哎，里面是有馅儿，里面是梅子馅。哎，你会我帮你削一下，可以点起来吃。没有没有，这种小事情我来做就可以了。嗯，怎么说？好香哦！哎，你看它还会开筋哦。嗯，试试看，试试看。玉芳，可是人家的，你吃跟大王真的一样。我怕他变胖了。你已经够胖了，你还继续吃，你够了你。喂，主持人是怎么了？你还有一个，你看如果跟小包告诉我，嗯，很好吃哎，而且它里面是梅子，好特别哦，酸酸的。你一入口会先闻到草莓的香气，嗯。然后那个酸酸的那个内馅呢，让你开始分泌你的唾液，不过还不会太干呢。对，其实不用喝茶也没什么关系，我可以闻一下就好。其实我觉得理论上，这种草莓饼、草莓太阳饼很适合做喜饼。你看这样欺负长辈，你看就这样闻一下可以吗？怎么可以这样？可以借你们看一下。哎，我的天哪！麦芽糖内馅太阳饼，酥酥脆脆的外皮，连男生都喜欢吃的甜点。你知道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女生喜欢吃，你干嘛要哭啊？没有，我在讲说还想要一个那按摩师啊，因为他都有按摩师。而且可能你可以吃到一半，有有你也会有。陈汉又来了，哎呦，你平常的工作到底在哪里做 SPA？ 我可不可以吃一口？我帮你按摩，吃一口啊。你刚刚谢谢你吃到哎，请先拍一下特写。透光多好，请品尝这一片太阳饼带来的威力。用舌头去接吗？炖多好。不错不错，这个品尝完之后，是不是让我们谢谢一下圆明商店的蔡总经理？谢谢他，谢谢蔡总，谢谢，帮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太阳饼，好，这么好吃，哇，这么好吃，现在还可以宅配哦，哎呀，好棒，电话送到你家。下一题呢，就是有关于台湾有名的这个海鲜料理的，马上来看下一题的美味大搜查线第三题 ，On Show。炎热的夏天夜晚，你想吃什么呢？来片西瓜还是一杯啤酒呢？再来盘小菜，清凉降火，暑气全消。但是小菜只有盐酥鸡和卤味吗？今天的美味大搜查线要给你的是消暑大作战全新策略。夏天喝酒搭配海鲜料理，一直是台湾人最爱的饮食方式。但是有种虾子料理是台中人首屈一指、一问即答的消暑料理，那就是让人饮止回味、渴了还想再渴的胡椒虾。将有丰富虾黄的泰国虾加入特选胡椒与中菜调味料，放入铝瓮中不断的拌炒，让胡椒的香味与辣度融入虾子里面，入口带劲的美味，光是形容就能闻到胡椒的香味。但是你知道这一只只排列整齐的虾子的虾黄都是虾族孕育后代的生命之源吗？营养滋补的滋味绝不逊于红鲟或乌鱼子哦。问题来了，要辨别虾子的公母要从哪一个部位判别？无法抗拒美食的你知道吗？抢答不一样，谁来答？等一下，刚刚我手在这边，你把我动歪了。没有啊，没有啊，我跟你讲，没有啊。都这个年纪还是愿意吹你的手不错了啦。香 Q 顺口的粽子人人爱吃，但是你知道南部粽与北部粽的差别在哪里吗？除了一般传统的肉粽之外，有着十八种馅料的帝王粽，你吃过吗？别走开，广告之后将告诉你什么是今年最流行的海鲜龙王粽。
要这样的虾子，想不想吃？想。你 Chris 不要发抖。手一定伸出来做准备。请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哎，我们手不要胡搞瞎说。请做好准备。再慢慢的考虑一下。想好之后呢，请抢答。Chris。这次他就抓到你的 tempo。他那个时间已经绷很紧了，没有？紧张。我觉得呢，通常都是看那个公的或母的，因为公的虾通常都是比较漂亮，那母的呢，好像都是没有比较普通一点。哎，其实它的逻辑哦，跟动物界很多的这个现象是一样的，对不对？嗯，他刚刚说的是孔雀，但不是虾子，答错。很抱歉，很多鸳比较漂亮，鸯比较丑一点。你说狮子、老虎都是这样的逻辑？要不要？我给你们一点点小小的提示。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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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等好，同案。首先拿起来，首先拿起来，首先拿起来。哇，这个手为什么还有这个？这是什么？我刚刚送给他的公主才有。请抢答。好，哎，好漂亮，好坏啊你！你先轻重。耶！哎，你们没有抓到。我们不要理他们，来来。喂。螃蟹的原理是一样，螃蟹啊，就把它翻过来，看它肚子那个壳。所以啊，虾子翻过来一定有一个壳，然后三角形或者是圆形的分辨它的公母。你有看过吗？没有，但是它们都是海鲜，都在海里，所以螃蟹是叫虾子也一样。这跟田家达刚刚答那个题目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你前面答错，后面答对。啊？同理可证。答错。这个部分答对。跟我的手指头其实有很大的渊源跟关系的。你想答？不一样。田家达。这个年纪还是愿意推你的手，不错了啦。看到那个身材姣好美丽的玉芳姐，记不记？哎，答错了啊！是这样，我觉得一定是那个她的那个脚啊，是不是？她脚可能那个公的可能有，可能公的可能有十只吧，然后那个母的可能有八只之类的吧，就是这样。好聪明啊！公虾中了一只，答错。你不能用人来想啊，不是男生就多一只两只这个意思，好不好？好，来，其实哈，刚刚你都没有注意到，这跟我手指头真的有很大的关系。你等一下，好好解释一下，这个提示到底是对不对的？对，这一定。如果错的话，你喷三分钟，我告诉你。对，这很重要。没问题，吃了好吃的虾子啊，就会过。来，请抢答。我有，我有，我有抢答。开始。我有要到。公虾、母虾跟人类一样，我们女人为了要。好，恭喜他答对了。全省最好吃的，千万错过这一次机会。那我再坐那里好了啦，你就不要跟，因为你去讲，不行不行，你们去讲十次，你现在道德劝说吗？请抢答案呢？加油！应该是。不晓得年轻人这么样有想法，到底答对还是答错呢？恭喜他答对了。来，请坐下 ，No better 宝座。我们先来看正确的 VC 啊，你再来再解释到底有什么关系？笑。公虾跟母虾的差距，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腹部，它的腹部宽，我们的食指可以放下去。它的公虾呢，它的腹部比较窄，我们食指根本就放不下去。所以说它的差距就在它的腹部的大小。哦，原来要辨别公虾与母虾，就是用这种方法。你答对了吗？位于台中大墩路上的全海岸活虾之家，已经有8年的历史喽。这里的胡椒虾是许多热衷海鲜料理的饕客来到台中必到此处品尝的一道美食，多年来已经树立了胡椒虾始祖的响亮名号。这里的虾料理众多，举凡只要用盐跟蒜来调味的盐酥虾，添加竹子芬芳的竹筒虾，
啤酒最佳组合烤虾，甚至是裹上面条筋热油酥炸的龙须鲜虾卷，都使用熊盖青叶泰国活虾。老板说，新鲜的虾子只要简单的调味，即能品尝出各种美味。因此，活跳跳的虾子就成为最重要的食材喽。每日从产地运来的活虾，供给爱好这种美味的顾客。因此，当日叫货，当天贩卖，成为老板成功的经营秘诀。一瓮瓮的胡椒虾也成为台中人引以为傲的下酒菜哦。太神奇了，我就说吧，有没有？像手，看那脚有没有？你在以为是脚？不是，不是。你们觉得这样的提示正不正确？不正确。怎么不正确？因为打错了。我们现在请到了台中全案的谢浩林主任以及陈世平师傅，欢迎他们。哇，主任，我们是去年的台中也见过的，见过一次，谢谢。听说呢，一般的那个钓虾场卖的就钓的是公虾，对，他钓的是公虾，因为贵，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时候在拉那个钓线的时候会比较有那个拉力哦，钓雄性比较勇猛，那女生就随便被钓。OK， 哦，好大一条，很快感。哦，所以早期我们刚有泰国虾还没有专门活虾餐厅的时候，公虾比较抢手。那可是你们公，听说你们店里面卖都是母虾，都是母虾。那因为它第一个它比较小一点，比较好调理。你看这头大脚大，这炒起来蛮麻烦的。对，而且一大盘，而且肉质也不一样。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公虾又比较贵，那母虾比较好调理。那到现在各取所需，活虾料理有很多的做法。这是我最爱的胡椒虾了。对，哦，好好吃。那这个是。酸辣，这个菜的特色，我们简述讲解一下。酸辣虾，酸辣特色除了酸跟辣之外，还有什么？当然就是虾，还有虾虾。对，这就是竹筒虾。竹筒虾，对对，有加中药的药材。对，它里面有加中药的药材。哎，对不起，我刚刚还没注意到这个。龙须鲜虾卷，龙须鲜虾卷，那明明是蚕宝宝在节俭哎。这个外面是用龙须面。是，那是所谓的面团，面团，然后下去油炸，里面呢是，里面是真材实料的，那我们以那个炒虾下去再制作的里面的一团虾泥吗？对对对，我们把那个冷冻那个炒虾那一类，然后把它拍成泥这样。哦，外面还很细心，用那个类似吃虾松那种感觉，生菜，用生菜包起来之后，哇，这店口感蛮脆的，哎，很香哎，没有什么油味，来干杯，啊，乖乖，乖乖乖，吃的好慢。它除了外面酥酥脆脆、生菜新鲜之外，它很厉害，它加了那个白酱，阿卡酱啊，什么是白酱啊？酱啊，就是有时候吃鸡柳条，我们也别闲着嘞。我们可不可以闻一下？它那个沙拉酱把那个海鲜味道调和的非常的温和。对。好了，我们现在现场制作的是，对，盐酥虾，盐酥虾，对对，因为所谓的料理，我们都已经把它挑完了，接下来就只剩下把它油炸过程。活虾外面裹上这个是什么粉？太白粉。太白粉，哎，对，里面还有加其他东西吗？单一太白粉吗？没有，就直接这样盐跟那个高纤下去调理。哦，对。那你需不要把它那个须须啊、角角剪掉？不用，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保持它虾子的完整性，这样它炸起来才会漂亮。这样炸大概要炸多久呢？大概在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它完成了。十分钟之内，对对对，要等到那虾子外皮整个真的坚固起来。一般吃虾有什么技巧没有？有，我们可以先拿胡椒，胡椒虾来做示范，胡椒虾示范一下吗？剥壳应该蛮，我来示范好不好？可以，可以，因为我是吃胡椒虾高手，我跟大家说，吃胡椒虾你从先从这个地方哦，剥开这个虾头。对不对？薄薄的一层，薄薄一层，把粉头都拔起来。这个先把它上面的这个壳剥开之后呢，对不对 ？OK。接下来呢，你要从头这里转开，接下来呢，你要从这边分开，然后切下来先吃这里。哇，有分解动作。出来之后呢，这边再把它搓一搓。搓一搓是什么？我们这身都过时了。OK。接下来就剩下这个，对不对？头先吃完之后，再从一样从这边剥。这边剥，这边剥，剥了四层之后，你就可以一片这样过来。最后呢，在虾尾的地方这样一夹，整个就可以拔下来了。OK。还没完，还没完，这还没完。你会发现你。
里面有一坨那个胡椒，对不对？对。你要拿了一小块的胡椒。胡椒，什么叫胡椒虾？因为有虾有胡椒粘在一起，当饭团一样。是。厉害厉害厉害！这样吃下才不会浪费，真的。好，请回座，谢谢。我听说这个如果是冷冻的紫虾，它的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是分解的很快，呼呼呼呼粉粉的，对不对？因为它是淡水虾，所以它分解的速度比海水虾还要快很多。哦，所以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来辨别？阿金是不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新鲜的活虾，它的那个尾巴虾尾巴是分开的，对，都是冷冻过的，它就粘在一起。对，哇。其实这样很像那个日本料理耶，这样就好了。像那个天妇罗，真的耶，有黄哎，真的有哎，哎呦啊，好像嘛，对不对？好像月亮的，酥酥脆脆的。镜头看一下，连壳都可以吃吧？对，然后它那个感觉就是油而不腻，油而不腻，一点都不油。其实你看看这个里面的黄，哇，多美又丰富啊！整个海鲜的精华，那因为加蒜头的味道真的很好哎。中药汤。这是中药汤哎，那好办，我现在蛮虚的。我觉得你会弹到我，我要离远一点。哎呦！先吃虾头啦，只有活虾才有这种弹性。其实新鲜的虾子啊，你看哇，那个壳先，就光从剥就知道它新不新鲜。怎么说？新鲜的虾子壳一剥呢，它那跟那个肉马上就分离了，它不会粘在那个肉上面。哎，我看你好像很少吃虾子。我帮你按摩。哎，进步到有按摩师哎，谢谢。我跟杨超 Chris 帮你吸，帮你按摩，好吃。嗯，只要喜欢吃辣的，一定会喜欢这个虾。真的，虾真的很辣，而且不是很辣，它有辣有一点酸，然后就很下饭的感觉。好，我们谢谢 Chris， 也谢谢职业酒女，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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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谢谢谢主任跟陈叔，我们带来这么好心态，谢谢。来，非常恭喜两位可以品尝到我们的胡椒虾大餐啦！好，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夏日的特别企划。好了，粽子是端午节必吃的应景食物，但是你知道哪里可以吃到最美味的粽子吗？有哪些口味的粽子是今年最流行的呢？你吃过用帝王蟹、栗子以及鲍鱼菇作为内馅的海鲜粽吗？广告之后，端午节粽子传说即将登场。你想包没？开多少时间？这七点钟吼，开哦是房间，哦，这是开，开，不是啦，啊，开是房间，开是房间哦，这是开，这是开哦，开完的时间。本项比赛以累积分数的方式进行，来宾看完题目之后在小白板上作答，每答对一题得一分，累积分数最高者即可品尝今天的美味料理。炎热的时序进入夏天，端午节是个响亮的发声号，而粽子是端午节最抢眼的主角，各式各样美味的粽子倾巢而出，不仅诠释着这个最富爱国情操的节日，更将传统美食变化出更多姿多彩的丰富美味。今年特别计划将为你破天荒地介绍国内各式绝世好粽，赶紧吃粽子，因为端午节而有个美丽的好理由。台式烧肉粽素有南北口味之分，以做北部粽远近驰名的台北县石门乡刘家肉粽为例，这家享有30年美誉的粽子，往往每到假日都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到此购买。老板每天辛勤地将糯米蒸煮过后，便将掺着独特秘方的卤汁、洋葱酥与糯米再次的搅拌，让糯米的香 Q 与店家独特的传统古早味配方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其次，老板包入了花生、香菇和卤的香浓入味的瘦肉，还有脆脆的萝卜干。哦天哪，把这种传统肉粽馅全部都裹藏在这份飘香粽中。石门刘家肉粽加入了香透入味的瘦肉、香菇、花生、萝卜干，绝对让您回味无穷。然而，要在北部吃到好吃的南部粽，似乎难上加难。但是，我们却在台北安坑地区发现了一家南部粽专卖店。他们店里独有的八宝帝王粽，不只是南部粽的经典，更是粽子界的骄傲哦。出生于台南望族的施秀鸾，
从小就有一颗对着美食挑剔的心，因此不断的挑战，创造出全国最大绝无仅有的世纪大粽——八宝帝王粽。这个高达17公分、重达900公克的巨型肉粽，到底里面蕴藏着什么样的极品美味呢？馅料中网罗了红烧排骨、培根火腿、三杯鸡、莲子、栗子、香菇、蛋黄、港式腊肠、金钓虾、虾米、干贝、鲍鱼、五花肉等等上等的肉粽食材。天哪，这些零零种种的材料居然高达18样，而这些材料都是为了让你每吃一口肉粽都有迥然不同的全新滋味。那绵密的粽香与丰富的馅料一同送入口中，绝对让人大呼过瘾，真不愧为帝王粽之美名啊！啊，阮的肉粽吼，上特殊的啦，啊，佫足大粒的啦，吼，你台湾省哦，拢食袂到，阮的这肉粽，恁大家来吃看卖。然而问题来喽，北部粽和南部粽做法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无法抗拒美食的你知道吗？一定要吃粽子，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各位想不想吃粽子？想。你们请先赶快回答出来，到底南部跟北部的粽子在做法上有什么不一样？请开始作答。其实啊，说到这个做法上啊，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吧。但照你的说法，你一定说南部的做法是怎么样？其实呢，南部的做法就是不用道士，南部对。好，北部的做法呢，就要念经。要念经，对，然后一定要这个上香，对对对对，烧点纸钱，这个是在做法的时候呢是不一样，有很大不同的。对，好，请公布答案。我就知道真的有人不会写。谢帝京，北用蒸的，南用煮的。干嘛学我啊？好，他抄袭的很显然的是隔壁的答案，北用蒸的，南用煮的。好，下一条答案是包的方法不同，南部怎么包？两片叶一样啊。北部只包一圈，南部包两圈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跟客家粽也不一样。哎，那我们北部啊，三天抖三圈，然后再包。对，南部先包完油。对，这个想法不错。来 ，Chris 说糯米不一样，北部比较大比较长，南部比较小比较短。我强烈建议你不要越过浊水溪，会被打。好，交答。北部用煮的。南部用蒸的，北部用蒸的，哎，写颠倒了，北部用蒸的，南部用煮的，所以到底南部粽跟北部粽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的 VCR， 秀。北部粽是用蒸的，南部粽是用煮的，虽然做法不同，但是都一样好吃。各位观众，您猜对了吗？没错，所谓的北蒸南煮，就是北部粽与南部粽做法上最大的差别。北部粽是使用已经蒸熟过的生糯米，包入不同的馅料所组成的，再继续蒸煮过到熟透，就是一颗让人垂涎三尺、香气四溢、浓郁可口的典型北部粽了。而南部粽的做法就是用生米加上炒好的内馅，整颗粽子放在滚水中煮熟之透。因为蒸煮的方式不同，所以南部粽口感扎实，有点粘性。北部粽较 Q， 而且具有嚼感。虽然做法不同，但是都能成功虏获所有台湾人的心哦。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是北部是用蒸的，南部是用煮的。来，送你乖乖牌一张。恭喜谢丽金跟叶尚欣获得一分。再见。现场我们请到了这个。美味料理人，这位是施妈妈吧？安哥来的。啊，同介小姐，恁家的肉粽甲别人有啥物无相共的所在，好不好？阮的物件就是一项一项吼，啊，拢安尼特别制作，特别制作材料啊，较好。哦，啊，恁材料有啥哈？哎，材料吼，17项呢。头前这条共有18项呢。这是啥？鸭料。这是脚筋呢。脚筋。哎呀，哦。而且这个处理就麻烦呢。嘿啊，真麻烦。啊，用油吼。啊，落啊一项项安尼。啊，干肠。这是咱迄个广东的迄款。干肠。腊肠、干肠，干这个做包饭，哇，不得了，包饭呐，几好啊，
莲子，莲子，莲子，啊，这想要看无？这三杯鸡做的吼上贵上贵的物件啦。啊，你当初奈想讲吼，迄人的肉粽拢安尼细细粒啊，细粒一粒，一个人食都好。你奈想讲吼，那包这么大粒吃？啊，想讲要搁较好吃嘞，安尼。啊，你一粒是啊，几个人才会使吃？哎，三个人会使吃，三个人。阿妈，这你包要开偌济时间？诶，这七点钟吼，开吼是房间，哦，这是开，不是啦，啊，开是房间，开是房间哦，这是开，这是开哦，开完的时间，一点钟放六粒，喂，真麻烦，美女哦，十分一粒，啊，这吼，一点钟会使放六十粒，很美哦，嗯，一粒饭都没话者。四十，你啊个，哦你啊个，四十成本都无够。两百五基本上也没赚到什么钱。无啥物赚头，无啥物赚着吼，无啥物赚着，这是干哪做义务的啦，啊这是做，这是做工地的啦，所以讲数量无多啦。啊别别，赶紧啦，你啊普通老头了，一百外粒吼，啊卖完就无爱去放。哦，限量发行，哎一百粒，啊那这哦会使三千粒五千粒拢会使。啊，那个我们要谢谢师妈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肉粽，谢谢师妈。好，我们还有两题，直接看下一题目，来，请看 B C 啊 ，show。端午粽飘香的另一个经典主角，当然属于创意当家的外省粽子喽。而外省粽又以湖州粽最有代表性了，而创立于1960年的九如商号就是制作外省粽的第一把交椅哦。湖州粽首重挑选粘性强的圆糯米，多半包成长条形，有甜咸两种口味，咸的是鲜肉粽，甜的多半是豆沙粽。以九如商号为名的湖州鲜肉粽为例，其内馅仅仅是包入新鲜的上等五花肉。这种简简单单的食材，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店家的独特秘方，以大火连续烹煮将近6个小时，就能做出令人难忘的湖州粽了。而选用紫米的豆沙粽更是外省粽的当家口味，紫糯米又称为黑珍珠，自古以来就是列为珍贵的食材。紫米湖州豆沙粽特别选用了特选的红豆沙，扎成像枕头般的长方形，造型十分有趣。煮熟的紫米豆沙粽，紫米紧实圆润，豆沙香甜不腻，吃上一口之后就无法抗拒豆沙粽的爽滑剔透了，这绝对是现代人的都会新选择。然而问题来喽，在端午节的正午时分，为何鸡蛋容易立得起来呢？其实这个问题有点真的困难哎。其实一年四季365天，任何一天鸡蛋其实都可以立得起来，但是为什么偏偏在端午节正午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请公布答案。你好认真哦。地心引力啊，和那个太阳引力两个人会互相制衡，就两个会像可能拉扯什么之类，然后那时候呢，它的那个力量会最就是刚好最。引力互相拉扯。太阳引力跟地心引力，地球、太阳、月亮成一直线，引力互相拉扯。哎，听起来好专业哦！来，请排列出这三个球体的顺序、关系位置。比如说，太阳在这边，那你就写一啦，二。月亮在这边，地球在中间，太阳在这，月亮在这。就这样拉来拉去，所以地球介于太阳跟月亮的中间。拉拉拉拉拉，好的，好，年轻人还是有读书的。张妈妈，因太阳当天与地心引力结合了天时地利人和，好女儿赞赞赞。因为农历5月5日的中午，因天时地利人和，太阳与牛顿商量好，地心引力与太阳角度与经纬度会形成一股的正气，所以变鸡蛋，所以连鸡蛋都站起来了。好的，谢谢你答。天气有正气。天地有正气啊！来下一句，达人不留行，漂亮，哎，很好。来，到底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好，我们终于可以揭晓正确的答案了，请看 B C 啊 ，show。端午节的中午时候，
太阳的引力跟地球引力哈，刚好形成一种所谓直线关系，所以能够让蛋哈产生一个拉拔作用，所以有机会比较容易把蛋立起来。哦，没错，在端午节的正午时分前后，太阳、地球、月亮成为一直线，太阳引力和地球引力形成两股反方向的拉扯力量，作用在鸡蛋上面就容易立起来喽。各位观众，你答对了吗？阿金两分，谢谢张妈妈两分，夏雨乔以及 Chris 还有 Tiana 各一分，加油，没礼貌。现在现场请到的是我们九如商号吴南威小姐，老板娘。这个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湖州粽啊，对呀，介绍一下湖州粽跟一般我们刚介绍这个所谓南部北部粽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都不添加任何，比如说南部北部粽，它米都有炒过，然后加很多料，香料，香料啊，比如说虾米啊，哦，去生煎，葱头啊，对，那我们都是用原味，就是只有米下去，对，蒸煮过，还有肉，那豆沙也是用。颗粒的豆沙去炒，一直炒成豆沙为止。所以刚光看到这个包的那个方式也不一样，包的那个方式为什么不是直接用一根这样子包起来而已？是尼龙子的话，米比较不会散开，比较不会散开，然后口感比较好，因为比较扎实。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圆糯米，然后一般的。圆的，对对，头是比较短的，对，比较短。哦，那刚刚那个 Chris 也没讲错啊，南部比较小，比较圆，比较短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是外省，他是南部。哦，那是外省啦，不太一样。那个湖州粽，台湾粽是长糯米，对，所以长糯米的口感就比较有颗粒感，比较吃起来是一粒粒分，粒粒分明。对，那我们是比较 Q， 它比较糯。其实它已经糊在一起了，对对。然后软软嫩嫩。为什么绳子有这个颜色差别呢？这是我们做口味的绳子，口味的区别。红色绳子是豆沙吗？不是，不是。红色的是枣泥，枣泥的，枣泥是哦，这是豆沙，这是豆沙。白色的是特别白的这个白线是豆沙，白线是豆沙。那蓝色的呢？蓝色的，蓝色的五谷啊，健康的五谷的健康概念健康粽。这个是紫米，对，这是紫米豆沙啊，紫米跟豆沙一起啊，对，是什么口感啊？我想吃哦。它可以说是糯米中的黑珍珠 ，Q Q 的，比较有嚼劲，你非常适合这个紫米粽。它的豆沙不会太甜，不油不腻，紫米不用想，看起来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很没创意？不会太甜，真的，而且软硬适中。有的时候你觉得吃一个就觉得腻了，就很甜的就不想再吃了。可是这可以吃，但我可以吃凉拌一下。真的吗？越凉越好吃。哦，讨厌！哎，它那个刚刚它那个馅还这样 Q 起来，哎，还这样 Q 起来，哎，哎呀！各位，还有一题，请仔细把握最后这一题。好，说不定五位都可以把粽子带回家。接下来介绍的是什么粽子呢？好，现在是粽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了，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拿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台湾的南粽跟北粽之外，还有我们介绍的湖州的粽。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哈哈，海龙王吃的粽子。看一下第三段这个海龙王吃的粽子，秀，十、九、八、七、六。是，而且这个洞好大，这是一个漏斗吧？你是怕观众不知道里面有包米吗？请问你包的这两坨是？龙泉的颜色。以上的口味仍然不能取悦你挑剔的味觉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试试充满日式口味的海鲜龙王粽。这家以经营日本料理见长的日式餐厅，
数年前首度尝试将日本进口的海鲜食材与台式肉粽做一个完美的结合，推出之后果然受到许多消费者的热烈回响。他选购来自北海道的帝王蟹，肉质鲜美爽嫩，当然不在话下。然而这也是日式粽子大胆尝试之处，十分的罕见。而鳕鱼与蟹肉，它是泥浆所做成的蟹肉腿，更是海鲜食材难得的一时之选。师傅还加上日式料理常用的杏鲍菇和栗子一同料理，让海鲜的甘甜美味与糯米的清香做出更上一层楼的美味演出。把所有的精华配料一起送入蒸笼蒸煮，当打开蒸笼的一刹那，仿佛所有的海鲜滋味就要破茧而出了。海鲜龙王粽融合海鲜的鲜甘甜及青竹叶跟长糯米所搭配出来的清香味，绝对让你意想不到的好。这个一举网罗大海的日式美味珍馐，只要你尝上一口，粽子便立即释放出深抵海洋的美妙之味。天哪，帝王蟹、杏鲍菇、蟹肉腿，种种珍贵的馅料都齐心为海鲜龙王粽做出最完美的演出。看到以上各式各样的绝世好粽，今年端午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吃粽子呢？我们先欢迎上河屋的林师傅。欢迎林师傅，林正山师傅你好，初次见面，哈基梅马斯德，多多有事故。上河屋是日式的嘛，对不对？啊，那大王忙完了没有？啊，忙完了呢，谢谢，过来帮我们介绍。海鲜龙王粽。海鲜龙王粽。对，用的是北海道的帝王蟹。怎么会想到用这个帝王蟹来包这个龙王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帝王蟹应该蛮贵的吧？像一只价值多少钱？一般市面上来讲的话，1.2公斤的差不多要3800左右。好，帝王蟹里面装的这个是花菇。哎，对，台湾人所谓的是冬菇。冬菇。对，那广东人。哇，这好特别。这是杏鲍菇，杏鲍菇，杏鲍菇，直接用烤的也很好吃。那加上这个是栗子，我最喜欢栗子。栗子，对，哪里的栗子？栗子是台湾的，所以这里面没有看到刚刚那个，没有看到蛋黄。对，讲到重点，重点，我知道，为什么林师傅海鲜粽啊？干嘛蛋黄是在路上？这你就答对了耶，恭喜你！恭喜，跟分数没有关系哦。好，看到干贝，这个就是帝王蟹的蟹脚吗？没有，那个是鳕鱼做的那个鳕鱼蟹肉腿。对，我要那一只，那这就是真的了。救命啊！我的天，哇，它比我们的手掌都要大耶！师傅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在用海鲜来包粽子啊，其实呢，它其实有一些困难度的，比如说海鲜它本身应该有很多的海鲜它本身的腥味，那你们要怎么样来克服这些呢？它的难度又在哪里？一般南部粽可能它会用水煮的方式，那我们知道水煮的话，海鲜煮太久的话，鲜味就流失。那我们今年所做的就是把饭先蒸好之后，再来包馅，那实在蒸的时候，馅的部分呢，在蒸不会太久的话，那馅就会保留它的原味。哦，节省蒸米饭的时间。所以今天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一分呢？来，跟我比赛包粽子，比我快的人就可以带回去。比你快啊？对。我们怎么可能会出这么简单的题目？不是啊。就连独臂刀王都可以包得比他快，好不好？所以呢，各位呢要。在限时之内5分钟，看谁包的粽子又好又快，谁就可以得到这一分。我们为了公平起见呢，我们先请林师傅为各位示范一下。我们光滑，还有光滑，不到二分之一的部分，不到二分之一的部分，差一点哈。转圈，往里面这样子凹起来，这样折进来。这边的部分稍微把它压进去，这边的部分呢稍微压进来一点，要不然线会跑出来。左手的部分往里面，左手的部分往里面。哦，好的。用右手去夹。用戴了手套的右手。对。没戴耶。拿饭。然后呢？然后呢？要先放什么？先放饭。抓一把。对。开始加料。对，加料。料都被你拿走了。再料把它放完之后，上面还要放一层的饭。哦，还再放一层饭。来，来，换个右手。放在左手上，用右手去压它。对，用右手压。把它压很进去。压平，对。压紧一点，压紧一点，好。再来就是在右手的部分，把它压下来，把它压下来。对，那左手的部分再把它压进去，那右手的部分从这边再把它压进去，把它压进去。哦，顺着它的那个形状，对，对，然后
哎，我怎么变那么短？哎，怎么还留那么长？然后呢？慢慢压下来，还要转一圈啊？那我就不转圈了，反正我够了。任何人包的像玉峰那样是个饭团的都不急。拿一根这个草绳，然后先转一圈，先转一圈，转一圈，对，再打一个结，再打一个结，往下拉一点点，往下拉一点点，哦，再打一个活结，再打一个活结。哦，好，这样就好了。十、九、八、七、六、五、四。而且这个洞好大，这是一个漏斗吧？你是怕观众不知道里面有苞米吗？请问你包的这两坨是？有些角色。高兴在上河屋林正生师傅的见证之下，我们要举行包粽子大赛。任何人呢，只要在五分钟之内，谁包得又快又好，就可以得到这一分。现在，请各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好。计时开始。田小生，我们这一集比的是包粽子，不是包扁食，好不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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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妈加油！妈妈妈妈，这霸掌就是你家的了。张秀清不愧是为人母，包的又快又好哎。哎，其实雨乔包的那颗也很美耶，很有粉红色少女的味道。我怎么会笑成这样？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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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差一点点，转圈转圈转圈，不到二分之一的地方转圈。哦，妈妈你真的好厉害，真好狼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停！请问这个在你们店里可以卖多少钱？这一个？哎，洞也很大颗，对啊，都跟它跑快跑出来了。对，这个要是、哦、这要是煮过蒸过，这马上就跑出来。哦，这个这个店不用及格。请问及格吗？可能是明年最新的饭团。请问你包的这两坨是？龙先生。其实这个这样，带动没有？难以启齿。你不用怕被人看爆台，没有关系，好不好？我觉得我很奇怪，我第一个反而比较好，而且这个洞好大，这是一个漏洞吧？你是怕观众不知道里面有苞米吗？哇！这个掌声鼓励。我就是那台湾媳妇、贤妻良母、好女儿。请问郭金发是你什么人？你怎么可以包这么好？他包的真好，真的有包过，漂亮，真的有包过，有棱有角哎。哎，阿金，哪一颗是你的？这里只有一颗。阿金师傅，师傅，公布这一题的优胜者是谁？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干拜下张秀清小姐，我的天！目前的累计分数最高分三分，张秀清恭喜她获得今天的胜利。今天要把它吃完吗？当然不让。心情好的话也可以分给他们吃，都没关系。最遥远的那一颗，你喜欢吃这个？哦，因为我刚刚看到海鲜龙王粽，一定要打开的。哇，哎，你们可以看后面，它的背面有这个。哎，哇，色香味俱全呢，你看。贵的，贵的。哎，你快点！整块帝王蟹，而且你手不要碰到它。而且你知道吗？它的那个米饭啊，已经染到那个肉一点点红红的那种感觉耶。嗯，怎么说？嗯嗯，这个都准备弄掉，都准备弄，撞墙壁，好讲那都准备弄掉。它这个肉粽不咸、不油、不腻，也不会太清淡。刚刚好，吃好棒好吃，而且还很 Q， 又清爽，重点是还吃不胖，因为它是海鲜，因为海鲜热量不会太高，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次可以吃十个。你们不要再画你们少女画画了，好不好？哎，他们各位不要弃权，都可以，我们现场都可以吃，来了来了。屈原，虽然没有答对，陪着屈原一起吃肉。来来来，各位挑你们自己喜欢的。阿金打开，阿金，而且我们还得包得那么好，还不能看见。
个又跟刚刚那个不太一样。把筋从这里咬下去。我没有吃过，我这是什么的？这是五谷。五谷，你看，好健康哦。你把最精华的吃掉了，感觉怎么样？这一个130块，你这样就一口就差不多吃了100块。好想这样喝，好想这样好吃。雨乔，雨乔，你这是五谷粽最健康，今年夏天最流行的粽子，甜的，吃的不会胖，没有，这是咸的。今天非常恭喜大家啦，好，庆端午啦，恭喜大家，恭喜大家。今天看到这么多粽子，不过好吃归好吃啦，这个粽子呢，因为是这个糯米做，比较不好消化，所以还是要这个节制一下哦。万一吃了呢，衣服穿在身上就像绑粽子一样，可是各个女性的耻辱哦。没错，所以呢，我们节目常常赋予了很多传统美食它的现代生命，好吃的东西值得你用灵魂来交换。哎，诚如我们开场所说的啊。那个，如果不想成为像玉芳一样的美食路痴的话，还有文盲，只能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全能美食秀。哦，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